认识上帝。啊，尼德尔，你讲咩话？教练啊，我系话咧，我唔会参加奥运会100米短跑啊，改为参加400米。你系咪傻咗啊？我头先都讲得，我唔参加，其实因为翻教会啊嘛。唉，你唔系唔知嘅，你最擅长跑100米。今次巴黎奥运会，好多运动员都梦寐以求，想喺赛事度得到奖牌啊！教练啊，我都想啊，但100米比赛喺星期日一早举行，我要翻崇拜敬拜主噶。唉，拜少次得唔得啊？你而家代表国家噃、啊，我知道，但我唔可以放弃主。哼，咁你爱唔爱自己嘅国家？我爱英国，但我更爱主。唉，你个主唔会因为你唔去拜佢一次就嬲咗你唔保佑你噶嘛？佢一样会保佑你赢噶。唔系赢输嘅问题啊，系因为爱啊。唉，好啦好啦，我唔想再听你传道啦。你究竟参唔参加100米短跑？我参加。哦，卒之想通咗啦。唔系啊，唔系啊。咩？我系想话我会参加400米啊，而唔参加100米。唉，阿尼德尔啊，你唔好以为自己喺运动方面有啲成绩就目中无人啊。我唔系目中无人，只系心中有主啫。400米根本上唔系你嘅强项嚟，你会输俾其他国家啲对手噶。我系你教练，我好清楚啊，我从来冇睇错嘅。你咁做呢，就会失咗攞奖牌嘅好机会。我将成绩交托俾主。唉，我真係俾你激死呀。唉，好啦好啦，既然你咁固执，我就同你报400米啦。嗱，你准备应酬啲记者啦。应酬啲记者？我係囉。一个英国嘅短跑好手，速度冇人能及啊，但係而家竟然因为自己嘅信仰呢，宁愿星期日返去教会，竟然放弃参加100米短跑，改为参加400米。哈哈，系哈哈，你话系咪大新闻？如果真系嘅都好啊，为主作见证。真系俾你激死我。好啦，你执定行李啦，我哋好快就出发去巴黎参赛㗎啦。哼，真系唔知道你比赛完之后由巴黎返嚟英国嗰阵时点啊。尼德尔，点啊，教练？你真系叻仔，400米都俾你攞到冠军。唉，仲有啊，其他赛事你都有骄人嘅成绩，真系厉害。好，系教练你教导有方啫。咁又系，我喺你身上咧，真系摆咗唔少心机落去嘅。不过最想多谢嘅都系我嘅主。哦，系，你啊真系坚持得好啱。你个主咧真系保守嚟，教练啊，我都话敬拜主唔系为攞奖咯。啊，得啦得啦，系我明噶啦。喂，你睇下机场出边几多人等住欢迎我哋啊！如果啲人对主都咁热情，咁就好啦。尼德尔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全英国嘅电台同电视台都争住嚟访问我哋。有几个电影商啊，仲话有兴趣将你嘅事迹改编成电影啊，电影啊。不过你唔使操心啊，我会处理啊。未来尼德尔呢就会成为英国运动界嘅明星。我哋发啦，唉，真系感谢你个主啊，教练啊。我知我咧咁讲会令到你好扫兴。咩？其实我想同你讲咗好耐啊。讲咩？啊？你唔系想话而家唔使我做你教练啊嘛？啊？你信教噶噃，唔会咁做噶系嘛？我唔会。不过咧，我想话俾你知，主深深感动咗我。
我要为佢宣教。咩话？宣教？我知而家同你咁样讲，并唔系最适当嘅时候。但系，乜嘢啊？又似你嗱，你坦白同我讲，你系咪讨厌我，唔想我再做你嘅教练？唔系啊，教练，我真系好清楚神呼召我去宣教，而地方就系中国。中国？中国落后嘅国家嚟噃。就系因为落后，佢哋根本冇机会接触到福音啊！你谂清楚未啊？我谂清楚噶啦，系神呼召我。我成日见到中国人嘅面孔，眼神充满无助、痛苦。我真系以得立即去话俾佢哋知主耶稣嘅救恩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哎呀，李德义，你份人呢真系执到金都唔识笑。主教导我哋要积存财宝在天上。冇你受，见财化水，好啦。你去中国宣教吓，我睇你唔够一个月啊，即系挨唔住死死气翻嚟英国，翻嚟英国啊！愿主带领我行每一步。嗯，好老实讲，你一定会后悔嘅。教练啊，咩？你个样唔好咁恶啦。点啊？你睇唔惯啊？我唔系睇唔惯，不过我怕吓亲啲英国人民啫。啊？唔系喂，嗱嗱，你睇下。啲记者已经行到埋嚟啦，仲有啲摄影机影住你添噶。系喎，系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吓，系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望望佢哋。好，系，唔该晒呢边啊。哦，主啊，名利与我何干？愿你早日带领孩子去到需要福音嘅地方，侍奉你，宣扬你嘅名。喂，年青人，你，我有啲咩唔妥啊？你系西人嚟噶？系啊。咁点解你会识讲我哋啲话噶？我听阿爸话，西人系讲洋文噶。哦，我嚟咗中国都有一段时间噶啦，感谢主，主令到我好快学识咗中文，不过咧讲得唔系几好。哇，犀利啊！我都系第一次同西人讲嘢噶咋？哇，西人真系好高啊！系咧，年青人啊。你叫做咩名啊？我叫明仔啊，自细咧就喺度卖馒头噶啦，所以啲人叫我做馒头明噶。馒头明？喂，乜嘢系馒头啊？咧，我呢个笼里边装住嗰啲咪系馒头咯。哦，呢啲就叫做笼啊。咁里边啲白面包就叫做馒头啦，馒头啦，叫做馒头啦。喂，系啊系啊，帮衬下啊。好啊好啊，俾两个我。好啊，嗱，俾个最热嘅你吓。哇，咦，真系好热好香喎、啊。嗯，好味啊！系咧，系我阿爸教我整噶，好食咧。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啊嘛。咩虎父无犬子话？哦，系中国成语嚟噶。哦，系啊。咁你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关于中国嘅事俾我听啊？好啊。李德义，喂，你点啊？咁耐先跑到嚟嘅，我仲以为你放弃添啊！边度有放弃、啊？我有名叫神风小子噶，自细就帮阿爸拎住啲面粉跑嚟跑去。不过我知道我点都跑你唔赢噶啦。点解啊？因为你系世界健将咯。诶，喂，你又知嘅？点解啊？你系咪去过几间基督教学校嗰度讲耶稣咧？我有啲朋友喺嗰度读书噶，佢哋听过你讲道咯。哦，原来系咁。耶稣是西方的神，那跟中国的神有什么不同啊？耶稣不是西方的神，是世界的神才对啊。那他都是日本的神啊？那如果是的，我不拜他的。为什么啊？我阿爸说，日本人想打我们中国啊。是吗？是啊，我阿爸认识很多军人的，他们说收到消息，日本人要来打我们中国啊。唉，谣言来的啫。如果日本人真的打我们，我定第一个保卫国土，唔俾人虾我哋嘅。明仔啊，主唔止系日本人嘅神，佢唔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嘅，但系佢爱每一个国家，爱每一个人，爱每一个人。哇，好似好深奥咁、啊。明仔，你唔明啊？咁我慢慢解释俾你听啦。
耶稣佬，入去。点解捉个鬼翻嚟啊？报告长官，呢、這个耶稣佬系喺洋人区之外捉到嘅，当时佢仲同几个细路喺埋一齐。啲细路咧捉在临时集中营啊！做得好啊！你哋唔好伤害佢哋，你自己都自身难保啦。你都算唔好彩啦，俾我哋捉到。你哋点解要侵略中国？你哋知唔知主会好伤心噶？我哋大日本帝国系嚟解放中国，甚至全世界。你哋咁样谂就大错特错啦，根本就系邪恶，变成魔鬼嘅奴仆。收声！本来我谂住放咗你嘅，不过而家我改变主意啦。你同你嗰几个细路，全部都入集中营，拉佢出去。系系，耶稣佬，出嚟，出嚟，你放咗佢哋啊！出嚟，出嚟。你哋呢班饭桶，快啲搬石，今晚搬唔晒就冇饭食。喂，你做乜嘢噶？我好辛苦啊！你辛苦，真系惨咯，嗬！入咗嚟集中营咁耐，又真系几辛苦嘅。咁不如死咗佢啦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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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呢个耶稣佬，正一讲耶稣，而家就睇下你个耶稣点帮你。边个用石仔钉我？边个？边个？吓，系你！咪走！咪走！咪走啊！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为你受苦。愿主你救中国嘅同胞。你得意叔叔，你得意叔叔。吓、啊，你系？我系明仔啊，万头明啊。系、啊、你啊，明仔。我帮你解咗围啦。多谢主，你仲在生。我参加咗革命军啊！我同几个人特登等佢哋捉咗我哋，然之后混入嚟呢度，准备救啲同胞出去噶。估唔到会喺呢度见翻你、啊。感谢主，主，我见到中国嘅曙光，要行嘅路我已经行完，你哋继续努力啊！主爱你哋。吓、啊、吓，李德尔叔叔，李德尔叔叔。李德尔叔叔，愿主保佑你，亦都保佑中国。喂，你喺度做咩呀？兄弟，系时候我哋反攻啦！冲啊！冲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造反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忘记要告诉这世界，是你与我同在，流进了世界的斗争。渐远去了蓬莱，骤然悲伤，骤然感慨，独行人海中的比赛，承受了没法避开的苦困，抹去了将来，难以再次拾起勇气，剩了满眼无奈，迷信那失意的昨天，夺去了我未来。为谁负担？为谁斗争？仍捉不紧你的英魂，无尽岁月里，像焦点失去，仍在叫喊，着痛苦心碎。神的爱为我销毁，旧有障碍，除掉感慨。来让我看见内心的一个愿属自有永有的主宰，神的爱令我变改，就算眼泪还被掩盖，谁愿意再次哭痛怎相爱，谁又介意让这心打开。
再次拾起勇气，食了满眼无泪。迷信那失意的昨天，夺去了我未来。为谁苦等，为谁斗争，捉不紧你的英魂。无尽岁月里，像焦点失去，仍在叫喊，着痛苦心碎。曾的爱为我销毁，旧有障碍，除掉阴区，来让我看见。内心的一个愿足自有永有的主宰，神的爱令我变改，就算眼泪还未掩盖，谁愿意再次扑动枕上来，谁又介意让这心打开。神的爱为我销毁，旧有障碍除掉相爱，唯独有你令这心打开。天降甘霖。